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肖滚滚。今天11月26号了，多云的一天。好多小伙伴都说没有拍我这个桌子上面的玉海了。好的呀，今天我来给大家拍一拍。刚才我给这一桌上面的冰玉浇水了，下面呢，我带大家一颗一颗的来看一看，今年的冰玉在11月份它们是一个怎样的状态。哇，我先从这个角度来给大家拍一拍吧。每一颗如数家珍啊，小伙伴们看这一颗美吧，这一颗山头的，这一颗是这个样子。特别自豪的是，每一个状态真的都不一样，但是他们都是一个妈妈诞生的，他们的基因都是一样的，他们的状态只是因为我控养的时间还有种植的时间不一样。你像这一颗的话，它的叶插出来应该就是2年多了，然后这一颗的话绿油油的，它叶插出来一年的时间都没有。这一颗漂亮吧，小伙伴们，这一颗你们是看到我移到这个豪宅里面的，当时是8个头，当时是我叶插出来头最多的一颗冰玉。我们现在来看看现在多少个头了，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，现在有9个头了。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头，看得到吗？10个头，哇，10全10美。这个小盆里面控养的特别好看，好精致呀。啊，这一颗的话是在小摆放里面。哎呀，这颗我不应该给它浇水的，我是准备拿来给它扒叶片的。哇，这一颗你们看，这里面好多小头。这一颗双头的也挺漂亮的，美美的。然后这颗也是小白方，这颗是小黑方里面的。这一颗的话可能是我想给它移到大一点的盆里面吧，头还挺多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脱土以后这些小头还在不在一起。然后这两颗也比较，这一颗也比较好看，双头的。这一颗也是控养了挺久的了，叶插出来应该是2年多的了，这颗也漂亮。哇，这一筐里面小白方里面的算是有一点年头了哟。你们看这一颗，这一颗美吧，密密麻麻的，这下面一圈小头。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盆，然后种出来应该会非常的好看。这个就是小白方里面的，然后这一颗的话是我们没球了，看等明年春天的时候，到时候我连
然后其他的这几颗，我觉得珠形啊、叶橙啊，都是我特别满意的。然后这一颗的话，是比较满意，它的头比较多，但是呢，被我晒伤了。但是呢，被太阳晒伤了，不是被我晒伤了。这一颗也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一颗我觉得也是很优秀的，你们看它这个主头啊，主头下面一圈的小崽崽。哇、这一颗也是特别的优秀，这一颗是这种果冻色，好美啊！这里都还有一颗冰玉，好漂亮哦！小伙伴们看这一颗冰玉，我放在这边我知道是干嘛的，我放到这边是准备扒枯叶的，到时候扒扒枯叶吧。这里小伙伴们都知道，又到了我们每周一分享叶片包的时候了。这次我为大家准备的品种有一号陈梦诺，有五片；二号冰玉，有五片；三号就是阿尔巴佳人，两片；四号是雪媚凉，两片；五号是豆流士，两片；六号是老船长，三片。老船长的叶插难度略微比较高，所以我准备了三片。七号是我们的红酒。八号是我们的诺神，诺神我扒的是生长期的诺神，生长期的诺神它更容易生根发芽一些，而且不容易化水，然后也让小伙伴们尝试一下扦插的乐趣。这一颗是路径，这个路径小伙伴们收到以后可以把它剪成两节，还有这个小册子也可以剪下来啊，然后呢进行扦插。我的那个路径扦插了很多也成功了。这个红色的就是它的那个种子，大家也可以播种繁殖。成活了以后呢，你就在它的周围放上花盆，它那个种子飘到花盆里面就可以长大了。这一次我们的规则就是小伙伴们要截一个近一个星期的天气预报，然后在视频下面留言说我申请叶片包，小红棍会在留言里面选取平时经常跟我互动的
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粉丝小伙伴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喜欢尝试夜叉或者是圈叉的小伙伴们，快来报名吧。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拜拜。